刚才阿波有讲，一听到就讲，哎，用报名利息买啦，今天麦慧姐有在，我不敢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所以我今天换了一首中国网络的歌，这首歌对大家来说也是很熟悉，也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。来，安华的这首《许多年以后》，来献给大家，希望会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